记者许逸群，台北报道，情歌天后梁静茹日前和老公赵源同到马尔蒂夫欢庆结婚九周年，她甜蜜地说，许愿就是每年可以来马尔蒂夫一次，因为实在太喜欢，上次是10年前来的，当时我们两人还谈恋爱时，也在超美海景中穿上比基尼大秀好身材。梁静茹与老公到马尔蒂夫庆祝结婚九周年。图：天溪娱乐提供。梁静茹与老公在马尔蒂夫享受两人世界，虽然是结婚九周年，但她表示夫妻之间不太会送礼物，过去是互相支持彼此，未来也会是这样的互相。他们这趟除了享受放松与海景，也到海底餐厅观赏海景。他表示，能够住世界闻名的十大酒店之一已经很开心，而最重要的莫过于就是体验 5.8 海底餐厅。梁静茹穿上比基尼享受绝美海景。图：天溪娱乐提供。暌违10年再度来到马尔蒂夫，梁静茹开心地说，因为这儿零污染的海，纯净舒服，可以洗涤我们疲惫的身心灵。当我们的工作都好忙好累时，安排个假期就这样好好安静下来，一起撕帕，一起浮潜，早上花2个小时慢慢吃早餐，吹海风聊天。而新的一年，她也期许努力完成最新专辑的工作。梁静茹与老公体验海底餐厅，图：天溪娱乐提供。